近日，白百合穿一身灰色套装出席活动，一双大长腿引人注目，进内场时直捂脸偷笑。坐在会场后，彩妆教父李东田走过来与她打招呼，期间两人聊得火热，李东田俯下身子揉搓白百合的脸，显得很是亲密。揉脸也就算了，而且还伸手搂住白百合的腰，两人的关系已经这么好了吗？难道是新恋情？照片中可以看出白百合全程都在笑，很是开心，想必已经摆脱那段时间的不愉快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只是不知道这次是不是新的恋情爆出。照片中看出两人确实很是甜蜜。